九国租界的消长，看世界风云变幻。30岁以下的德国男性要回国参战。从风鬼云谲的五大道破解神秘的国际事件，志成参加抗日杀人团。一个耄耋老人道出一曲铁血杀奸的慷慨悲歌，向英法提出最后通牒。一座城市潜藏着如此跌宕的人物命运和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五大道和你一起走进历史风云。世界改变了。1919年盛夏，英国伦敦广场大阅兵，数十万民众的欢呼声响彻泰晤士河的上空。8个月前，随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逃亡，历时整整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东经116.3度，北纬39.9度，中国北京，北洋政府用高悬在紫禁城上的五色旗向人们传递着正义最终击败了强权。作为战胜国之一，人们相信那些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屈辱都将因为这一次胜利被彻底洗净。120公里之外，天津租界中的英法居民，人们仪式般的齐聚教堂，喜极而泣。胜利以信仰的形式抚慰着战争带来的创伤，阴霾在厚重庄严的钟声中消散。而在仅仅一街之隔的德租界，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画面。伤口被传来的钟声一次又一次的撞击，战败对于德国人而言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天津历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天，胜利者的欢笑伴着失败者的哀泣，种种表象背后犹如上演着一幕悲喜交加的戏剧。如同我们听过的所有故事一样，一切还远没有结束。今天解放南路与浦口道交叉的十字路口车水马龙，而在另一些时间中，它被德租界定义为威廉广场。90多年前，雕塑的质感让手握圣剑的罗兰骑士带着傲然于世的神情，标志性地矗立在路口的中央。然而德国的战败投降却令一切在瞬间变换了模样。无数的火把点燃了威廉广场的夜晚，英国人和法国人醉意中带着野性与躁动，在雕像之下，他们如洪水般汹涌而至。绳索紧紧勒住罗兰骑士的脖子，巨大的晃动，雕像轰然倒地，淹没在人群的呼声之中。这一幕历史性的画面被不远处的一双德国眼睛牢牢铭记，他的精神世界随着罗兰骑士的倒下彻底崩塌了。复仇的枪口散发出阵阵寒气，可目标却是那样的茫然。汉纳根20岁时效力德国军队，退役后来到中国，
凭借独到的军事才能，被李鸿章聘为顾问，为清政府训练军队，修筑炮台。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他，轻易握住了财富之门的钥匙。十多年的磨砺积累，在强人云集的租界里，汉纳根成就了欧洲冒险家们苦苦追寻的财富梦想。时光追溯一个世纪前，那是1914年夏日的一个午后，一封来自德国使馆的加急电报，令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汉纳根焦虑不安。德国向英法宣战，世界各国纷纷卷入，他不知道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否加入战争，成为了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争论不休的问题。租界里的各国侨民关系紧张而又微妙，远离故土的人们在这一刻都希望中国或是与自己为伍，或是继续保持中立。战场上，德国与英法炮火连天，兵戎相见；而在远离硝烟的租界中，欧洲人曾经的融洽化作今日的仇恨，犹如川剧中的传统绝活，他们彼此间的态度开始变脸。英国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门口竖起木牌，野蛮人与狗不得入内；德国人用墙上的标语“上帝惩罚英国，还你颜色”。一战刚刚爆发，在天津的德国人呢，就接到政府的命令，要求凡是30岁以下的德国男性要回国参战。那么许多德国人就纷纷离开天津。不久呢，德国政府再次下了命令，凡是40岁以下的男性要去青岛参加军事训练，等候政府调遣。解放南路北端这幢新罗马式风格建筑，就是过去的德国俱乐部。汉纳根在这里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作为一名曾经的德国军官，他忠于自己的国家。俱乐部的会场里，黑、白、黄三种颜色的木牌是德国士兵的形象，分别代表不同的数额。同胞们用图钉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代表10马克和代表100马克的黑白士兵身上密密麻麻，而代表1000马克的黄色士兵身上却寥寥无几。汉纳根怒气冲冲，他几乎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按上了全部的图钉，如同给这个黄色士兵穿上了一件图钉做成的铠甲。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歇。1917年3月，黎元洪被迫下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段祺瑞志得意满，他以向欧洲派遣劳工的方式加入了英法协约国集团，中国对德宣战。收回天津德租界的命令很快下达，中国政府开始遣返所有德国侨民，同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1917年3月16日，天津德租界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天津警察局派出300巡警，他们高举着五色旗，在政府外交特派员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挺进德租界，行使接收大权。特派员坐在马车上四处指挥，马蹄和脚步撞击着租界的地面，
也撞击着租界里侨民的耳膜。这是天津开埠后的第57个年头，在接近一轮甲子的时间里，中国政府第一次在租界中发出了声响。一个世纪前，海河西岸，天津最繁盛的港口，过去的一切都已失落，如今只有露出地面的毛桩，也许还能记得旧日的繁华。1919年元月，数百名德侨就是在这里被送上轮船遣返回国。德国的战败对汉纳根而言是灭顶之灾，他和家人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遣返名单上，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渴望保留在中国的居住权，但终究无功而返。一个月之后，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的发言激怒了每一个中国人，他提出应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面对日本侵吞中国的念头，美国总统威尔逊选择了沉默。历史的不可思议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瞬间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五四运动由此爆发，然而愤怒和抗议并没有熄灭日本人的野心。今天在一处保存相对完好的日租界老街区中，我们发现这里的房屋与其他租界明显不同，单栋别墅较少，大多为公寓式楼房。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侨民，有驻京官员、租界管理者、商人、医生、教师、艺人、律师，甚至还能看到日本浪人和日本妓女。形形色色的职业构成了浮世绘一样的生活。1901年的时候，日本在天津的侨民有1201个人。1906年的时候呢，他到了1769个人。七七事变以后，在天津的日本侨民超过了7万。和平路横穿法日两国租界，位于日租界境内的这一段名为续街，这是日租界里最为繁华的街道，商店、剧院、饭庄、旅馆、茶楼，达官贵人与商界名流出没于此，社会闲杂和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而青帮，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帮会，将这里变成了华北最大的走私贩毒中心，饭店、洋行变身烟馆、妓院。1921年的一天，一个中式打扮的日本人推开了续街一家茶馆的大门。土肥原贤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辅佐，拜师是他此行的目的。魏大可，天津青帮头目，他想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于是他收下了这个日本徒弟。而土肥原的心中却是另一副如意算盘，青帮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正好能为自己所用，于是两个人各怀鬼胎，却也各取所需。鞍山道70号，
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西班牙式砖木结构楼房，它有着一个诗意的名字——静园。这里曾经的主人非同一般，大清逊帝溥仪。1924年11月5日，不满20岁的溥仪被逐出紫禁城。3个月后，在日本公使的精心安排下，他住进天津日租界。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溥仪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而失去政权的他并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在一老一少的簇拥下，复辟成为他的目标。可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向一个未知的圈套走去。日本人派来了警察给溥仪当门卫和保镖，实际上日本人对溥仪进行了全程的监控。日本军方呢还派了他参谋人员给溥仪搞各种讲座，以日本人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局势，炫耀日本的强大和无敌啊。而且呢煽赫溥仪光复祖业的这个野心。溥仪并不是日本人关注的唯一对象。今天我们注视着五大道街区，洋楼林立，幽深僻静的街区，在某幢别墅的名牌上，那些北洋时期军政要人的名字不经意间就会闯入我们的视野。他们或为总统，或为军阀，或为各省督军，这些曾经中国军政界的重量级人物集体亮相于租界，一股强大的政治潜流在天津暗潮涌动。眼前这幢3层欧式别墅是颜惠庆的宅邸。颜惠庆曾任中国国务总理，1927年因受排挤，他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隐居天津，从此不问政治。可风云变幻的天津能是他渴望的安宁之地吗？颜惠庆经常受邀参加日本人举办的宴会，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平时各政治派系集团、直系、皖系、奉系、国会议员等皆自成系统，纵然同处一城，鸡犬相闻，各自坚守各自的社交圈子，不越雷池一步。宴会，日本人用这种社交的形式来让各个派系齐集。在貌似一团和气的片刻之中，忘却昔日的仇恨。这样的聚会与佳酿美食毫无关系，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灯影深处的日本人悉数掌握。谁会是合作的对象，谁又会是日后的绊脚石？觥筹交错之间，杯底波诡云谲。开埠之初，天津的风云变化一直被英国人掌控，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时间走入20世纪，一切已然变化。伴随着军事的扩张，日本这个亚洲东部的岛国逐渐成为了天津新一轮的主角。八里台云集着天津的重点高校，在90多年前野草丛生，是这里最初的模样。1919年，张伯苓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建起了一所著名的学校——南开大学。几年之后，紧邻大学
日本人建起南开农场，大学与农场比邻而居。1927年10月，一个名叫三谷亨的日本人被调至南开农场，可他并没有从事生产活动。诡异的举动为的是搜集南开大学的抗日情报，日本已经对这所学校心生不满。同年11月，赴东北考察的张伯苓回到学校，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这是他带回来的第一句话。不久后，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宣告成立。在东北研究会的宣言里啊，张伯苓就指出啊，古人对东北之山川道路啊、物产风俗、政治经济、社会情形之调查研究者又有几人？反观日方公司研究机关之林立，设备之完善，资金之雄厚，调查之先进，能不汗颜乎？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史称918事变。迫于国际社会压力，日本急于在中国寻找一位代理人来完成所谓的满洲建国目标，这一次目光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大清训帝溥仪。2个月之后，土肥原再一次秘密进入天津日租界，住进了长盘旅馆。但第二天的议事报令他惊慌失措，新闻报道了他的全部行踪，甚至点明了他居住在长盘旅馆。在靖原，土肥原会见溥仪，表述了日军将在东北拥戴他建立满洲国的意图。而这一幕又被议事报呈现出来，记者甚至警告市民，土肥原很有可能在天津制造暴力事件，趁乱挟持溥仪前往东北。究竟是谁在暗中注视着这一切？王一民，天津保安队队长，通过卧底的情报，他掌握着土肥原这个日本特务在天津的一举一动。土肥原利用青帮在日租界组织了2000多人的便衣队，准备发起暴动。11月8日晚10点30分，突然爆发出了激烈枪炮声，让天津彻夜未眠。当时我6岁，我所能记忆的呢，就是这个枪声啊、炮声啊都挺厉害。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东马路附近，就接着日租界，说便衣队从日租界出来以后呢，在东马路那儿进行一些活动，所以枪声啊非常密集，也听见炮声从这个空中里飞过。土肥原组织的便衣队带着武器和弹药，在夜幕的掩护下袭击政府和警局。日本人在租界中安装电话坐镇指挥。这是一次近距离的较量，王一民和他的保安队在枪火之间最终战胜了暴乱者，击毙3人，俘虏61人，10人被就地正法。枪声所带来的恐惧，在第二天清晨的阳光下暂时消失。而靖原里
却有了变化，溥仪不见了。几天之后，他竟魔术般的现身东北。不久，伪满洲国成立，曾经的宣统皇帝象征性地坐上了一个虚设的龙椅。这是在南开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的一份教师档案。刘迪英是这个美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叫格雷斯。1934年，格雷斯随丈夫定居天津法租界，她在回忆录里写下了曾经的租界生活。1937年7月29日，炎热的天气，格雷斯昏昏欲睡，然而一阵巨大的飞机轰鸣声打碎了他的睡意，眼前噩梦般的景象令他惊恐万分。在写给亲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我们在灼热的太阳底下站在屋顶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几十架日本飞机满城扔着炸弹，随着扔下去的炸弹传来的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冲天而起的大火。对南开大学的轰炸和炮击非常残酷。这是格雷斯看到的画面，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和天津市区，残酷的轰炸持续了5天5夜，最终天津落入日军之手。格雷斯亲眼目睹了一车又一车的尸体被清理拉走，日本人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95岁高龄的祝宗良现在定居上海。18岁那年，在南开中学读书的他为躲避战祸，跟随家人迁居英租界。老人回首天津的战火硝烟，因为一颗燃烧弹，他接触到了一个秘密的组织，从此传奇般的人生拉开了大幕。我说为什么做燃烧弹？他说我们是进行抗日，是为了。后来于是就跟我说了，他说你能不能愿意参加我们？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抗日简直是没有第二个飘落的地方，这个很正义的事。我就犹豫了一下，我才答应。抗日杀奸团。1937年，这个秘密组织在沦陷后的天津成立，成员大部分正值花季之年。这些中学生大多有显赫的身世，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孙连仲将军的子女，冯治安将军的侄女等等，都是团里的骨干。他们居住在租界，这片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地带是最好的庇护所。于是以志昌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保持组织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最严厉制裁。1938年4月的一个早晨，上学前的祝宗良接过父亲递来的零花钱，他看到手中的钞票竟赫然变换了模样。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在钞票上这个陌生的名字，更加困惑着年少的他。祝宗良并不知道，
在这张暗含契机的钞票背后，身边的世界已经有了变化。占领华北后的日军开始扶植亲日政治势力，在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立刻促成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为套取巨量的战略物资，钞票疯狂被印制。1938年2月，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兼任了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乱世之中风云莫测。留学欧美的程锡庚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是巴黎和会时中国代表团其中的一员。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以中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的身份跻身社会名流。12月28日，就在程锡庚出任银行经理不久，19岁的祝宗良第一次接到锄奸任务，刺杀天津市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店的门口，祝宗良扣动了扳机。这次行动大获成功，抗日杀奸团名声大振。重庆，除了发了一些奖金，3000块钱奖金，另外下来的命令是吧？以后制裁汉奸，必须要通过批准，是吧？不止指派大杀，啊，同时呢，在这个附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啊。这个很长，都是大汉奸。在这张汉奸云集的名单上，一个人的名字闯入了祝宗良的瞳孔，他就是程锡庚。一个救亡图存，一个卖国求荣，热血青年和投机政客的相遇，是一次生死的对决。程锡庚50多岁，发少，金丝边眼镜，车牌号1657，住在英租界的一所花园洋房里，平时喜欢看电影。这是祝宗良探听到的所有信息。他将执行这次任务，除掉汉奸程锡庚。这走到大光明门口看着1657，自然是不易这个机会。我可以啊，这啥怎么办啊，决定做吧，做啊。位于海河边的这幢欧式建筑大光明电影院，尽管时光已过百年，但它仍旧是曾经的容貌。1939年4月9日，这一天美国电影《宫格丁大血战》上映，程锡庚一家人前来观看。电影即将结束时，屏幕一侧亮起程经理外找的寻人字幕，他起身被妻子按住，正是这个小小的举动把他送上了不归之路。刘文胜跟我说，他看见这个要站起来，被他的老婆爱了，是哦，我们大宝大不会错了。我从后面另外一个地方绕，我就在他后面给拍起来，坐在他的后面，离开两个位置的地方，我自己定一定自己的
想啊安定下，就靠那个电影啊，那个是枪支，电影里的枪特别响啊，于是我就上去打。混乱中，祝宗良侥幸逃脱，但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却超出了人们预料的极限。这次刺杀案件直接引爆了日英两国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政治较量，天津英租界成为风暴的中心。工部局逮捕了四名嫌犯，事实上英方逮捕的四个人跟这个案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日方呢仍然坚持要引渡。最后日方和英方呢双方谈判没有结果。5月31号，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英方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到了日期以后呢，他们要采取军事行动。6月14日，格雷斯一觉醒来后发现，原本自己世外桃源般的家一夜之间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一个出入英法租界的路口都被日本人架起了铁丝网封锁英法租界，进出的居民需填表登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英正式对日本宣战。第二天清晨，30000张布告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布告中，日本将英国定义为敌国。数十辆日军卡车闯入英租界，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大量抓捕英美侨民，日军占领了英租界。星期一，我正在办事处，我都听外头枪响，啪嗒嗒枪响。我回头上窗外一看呢，两大卡车日本兵，一会儿功夫日本兵都上来了，都带刺刀，都直哪个屋子都有啊，直奔我那屋去了，告诉我们去跟着接收去，拿好拿好保险柜问。回来我们再一看，这外国人已经压到楼底下，搁大卡车上去了。真实的场景像是电影里的桥段，英美侨民被赶到利顺德饭店登记，领取一个标注国籍的臂章，他们必须随时佩戴接受检查。遥想20多年前的德国战败，汉纳根所遭受的巨大变故，此刻竟魔幻般的在英美侨民身上重现。日本和英国达成决定，交换一批领馆人员及家属。英国人德斯蒙德·鲍尔成了其中的幸运儿，他在名为《小洋鬼子》的这本书中回忆了当时的画面。外面乱哄哄的，汽车四周围满了送行的人，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挥动手帕喊着再见。日本人拳脚并用，连步枪托都用上了，才使人群退到了边道上。留下来的英美侨民被陆续送进了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整整3年噩梦般的囚禁生活。格雷斯没有注册登记，阴差阳错奇迹般的幸免于难。他蜷缩在家中，1000多个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是漫长而无望的等待。直到1945年的秋天，
他才终于盼来了那些家乡的面孔。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000名士兵自塘沽登陆进驻天津，他们将代替中国军方接受日军的投降。这幢大楼是原法租界工艺局所在地，进驻天津后，美军把司令部设在这里。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这是天津近代史上最具历史性的一刻。一支50多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押着7名日军军官，从承德到西段缓步来到大楼前。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日本驻屯军司令内田银之助与其他6名军官列队走到桌前，依次解下佩刀，以示缴械投降。随后，双方在文件上签字。与此同时，离美军司令部不到300米的地方，几千名日本侨民排着长队，试图通过银行将钱汇回日本。不远处传来的中美国歌《黄钟大吕》震慑人心。3年前，日本人将英美侨民赶出了租界，今天同样的命运戏剧性地降临在自己身上。在萧瑟的秋风中遣返，是他们唯一的归宿。胜利与失败，欣喜与悲泣，一幕又一幕在天津交替重演。而九国租界的历史此时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如同宿命一样，故事总是以轮回的方式回到最初的源头。1902年，美国租界并入英租界，成为了英租界的一部分。1917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宣布德国租界正式收回，并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一区。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收回澳租界，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二区。1924年8月6日，中国政府收回天津俄租界，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三区。1931年1月15日，中国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名为天津市特别第四区。1945年10月，中国政府随同收复沦陷区，将天津日租界收回。1945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收回英法意租界。至此，长达80多年的租界史，在天津这方舞台上谢幕了。80年，风云变幻，留下了一段九国租界的沉浮记忆。曾经的故事，记载着一个国际化城市的荣辱兴衰。今非昔比的天津，社会经济的强盛，荡涤着历史的污迹。
拥抱世界的双臂更显自信和宽容。2013年8月，朱宗良回到了阔别70年的故乡天津。曾经在逃脱了日本人的追捕后，他却因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受尽日军酷刑，经历九死一生，但最终他活了下来。老人与天津，人与城，命运跌宕，生与死，轮回交织。一个不明国籍的冒险家和他的淘金神话，一张北四行的支票承载着银行家怎样的辛酸往事。来一位五丑泰斗如何见证了劝业场的商业传奇。